针灸，作为一种中医特色的疗法，从古代流传至今，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。而且经过当代医家的这个临床研究证实啊，针灸对于痔疮出血、脱出、肿痛、肛门坠胀或者肛门下坠这种感觉都比较好的疗效。尤其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各种新的医疗材料啊在不断的更新，那因此现在的针灸疗法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针刺和艾灸疗法，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啊，借助药物的穴位注射啦，是吧？耳穴持豆压穴啊，定针啦，火针啦，拨针啦，对不对？还有三棱针挑刺，其他包括小针刀啦等等，这些疗法在临床上都得到了一定的运用，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。这是当代痔疮患者一个福音，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的局限性。不管怎么说啊，针灸啊是古人留给后世的一个瑰宝，而需要我们加以传承和发扬。民间用的比较多的挑刺疗法啊，也是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。在民间还应用的比较广泛，对早期的痔疮呢，尤其脱出血、脱出也有一定的效果，但是仅此而已。对于一些具有手术指征的，是吧？脱出的比较明显的、嵌顿的这些，针灸治疗效果还是不够的，这个必须要该手术就手术治疗。